所以 new condition 就是说整个艺术文化环境的发展跟老师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大一样。在柳维公教授的课堂上，不止培养硕士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能力，也相当重视专业的实作经验。所谓的实作就是你有点提案，比如说你针对贫穷的问题，你针对像我们在偏乡，我们在华东部落，然后你看到这个部落，你进入到这个部落的田野，然后你发现到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帮助的部分，然后就把它转换成变成是你的论文的题目，论文的命题。学术与实作同时并行，因为硕士班学生求学目的都不同，像是对多数在职进修者来说，增加专业知识比做学术研究还要来得重要，但有的学生则是对学术研究较有兴趣，认为写论文还是有必要性。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在写论文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实际的去进入到一个田野啊，或者是直接去实际的去写一个论文，这样感觉会比只有上课上接收知识来得比较好一点点。那如果你有论文考试的话，那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一个作品，然后是你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你的指导老师一起产出的一个作品，这样你可能会获得比较多的成就感。目前国内的硕士班学生要完成硕士论文才能毕业，不过有专家就提出建议了，与其墨守成规要求硕士生写论文，不如修改人才制度，用修课的方式取代论文，反而更符合学生与业界需求。所谓的修课型硕士，特色是修读期间短，课程设计有弹性，会搭配职场实习，适合不继续攻读博士以及在职或是有工作经验的人进修。日前教育部就委托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执行修课型硕士研究案，像是商业管理、金融、行销、会计、资讯科技、医疗保健等领域较适合，只是不用写论文的修课型硕士在台湾是可行方向吗？在台湾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外来走研究方向，老师要写论文，要有学术发表，把它框在这个学生的这个，也其实也不一定是合理的啊。欧美这些国家大概都已经 focus 在 PhD 啊，在硕士的话可以扩大领域，增加他的专业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新的领域的能力符合以后，他就马上去就业了。修课型硕士在欧美实施行之有年，美国就分修课型硕士及研究型硕士，英国同样分研究型和教学型两大类。另外，日本也在2003年修订学校教育法，增设专业研究生院，提供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教育，不再要求学生写硕士论文。东吴大学校长潘维大就建议，我国硕士培育制度应该要有所改变。一直不断的要求硕士一定要写硕士论文，事实上是不利于我们尽量去发展所有的一些知识层面的一个推广，这事情应该是可以讨论来放宽硕士一定要写硕士论文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不过若太多人选读修课型硕士，未来是否会影响到台湾的学术研究量能？两者间该如何取得平衡？只是因为国外有所谓的修课型的研究所的这个学位，然后台湾就要有这一种这样的一个学位，那我就会奉劝教育部或者是大学，不管是哪一所大学，我建议你还是不要从事这一方面的改变。你可以短期之内解决现在很多所谓的漂学，就是要透过学位去漂白，或者是说等等之类洗学位等等之类，那这一方面的问题。可是这个方面一打开之后，那我并不认为是对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好事，只是让一些大学能够喘口气，多收一些学生。可是实质上面来说，实质上面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对老师们也好，对学生们也好，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高等教育改革有其必要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恐怕治标不治本。TVBS 新闻，颜瑞生、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